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新，今天用生菜给大家分享一道美食。这种紫色的生菜在市场上还是比较少见的。紫生菜含有丰富的维生素，还能促进胃肠道消化，有助于养胃的功效。凉开水里加入一勺盐，把洗干净的青菜放入清水中泡十分钟。大蒜剁成蒜末备用。红菜椒切成小丁。加入一勺糖、生抽、香醋、香油，搅拌均匀备用。生菜捞出之后控一下水分，把一个生菜撕成几片放入盆中，加入熟芝麻，料汁浇到生菜上面，搅拌均匀。装入盘中，这道简单又爽口的生菜就做好了。这个季节多食用紫生菜，对于缓解现代人因为压力大而造成的失眠有不错的效果，可以改善睡眠质量。喜欢了可以试一下。谢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小新，下期见。